就还有一个多角形，知道它坏了，但是我要用原谅你那一种，我没有对你那么烦。因为小时候的感情很深。那你要找到一个点是好了，现在没办法再原谅。对，就是这个点嘛。今天好多，我觉得这一好多阶段是要，有写阶段的。大概知道。我以前也不爱写，但有些人会爱写下来就是。这几个点切下来，就知道大概用什么用什么东西对你。不写也行，所以到后来太多了，就连起来。为你抵挡。